想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，下去只会埋眼流。死亡了。太多天了，太多天在这里，好一些了。今天已经，昨天开始就好转。吃了消炎药，还有什么各种就买的那种药。广州这边真的
太潮湿，真的太潮湿，真的太潮湿。这个什么能量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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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细繁华的彩虹。要坚持不住，主要每天都四五点起。早上还生了你早上跟那个肯德基的那个骑手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就是我送到酒店的，然后他一定要送到酒店外面，离酒店很远，有个保安亭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就不肯进来，非让他帮我送进来。然后那个人就不肯了，他就说他另外一个单子要超时了，然后他要先去送那个单子。我说那你要送完那个单子回来，我们就出发了呀，人就走了。然后他还是不肯，他就是不想进酒店，他就懒得走那段路，真的太不负责任了。就是因为他另外的单子快超时了，然后给我送，谢谢。害得我没有水喝，没有早餐吃，头好疼。我的咖啡，宝贝，我头发开了，后面好像是那个发网它。掉了一种，他对，他从发网里面掉出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准备都是。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车上睡。我在车上睡觉呢，刚才没有看到。没事，就是他们一直老问我说你还有多久，我说你已经出发了。没有，我比那个路子他们还先走，我只是一直没有看手机。我上车就睡着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们在。
刚才在说起工作上的事情，没事。